一句话证明你有玩抖音，科目三，爱假超过。我第一遍听的是四连版的小伙。我姓石，我姓石，无论何时与你相识，我都知。同学，一句话证明你有玩抖音，科目三。小宝，我第一遍听的是四连版的小宝。偶尔还能不能能不能再见面，我在佛前苦苦求了。黄甜心，宝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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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赞给赞。那个怎么躲起来啊？同学，一句话证明你有玩抖音，科目三。他停不下来，爱假超过。他也停不下来，他没有放开。我姓石，我姓石，无论何时与你相识，我都知。哎，同学，你真的姓石吗？你才姓石哎！你姓石啊？你姓石啊？下长发辣妹脱下黑色大衣，扭腰摆臀跳起科目三热舞，笑容相当甜美，简直就是专业的。但眼睛擦亮后面镜子，辣妹的身材却有点不一样。再仔细看看，其实梳妆台周围摆设也跟着扭曲变形。这名女子疑似是利用 APP 瘦身滤镜加持，影片 po 上网，网友笑说后面鞋架都歪了，我到底看了什么？还说有这么厉害的软体吗？不过也有人说这位辣妹至少跳得相当有自信，值得称赞。东森新闻娱乐中心报道。最后一组了哦。
小朋友台上发挥舞技，大跳网络人气歌曲，但仔细听科目三的歌词，竟然变成台语。副歌高音太有特色，尽管已经改编，依旧引起网络讨论。台北宁夏夜市舞蹈大赛晚上照常举办，最小的四岁就来挑战。我练习有点久了，很久了。对，但是我生病，但是我还是很努力。一个礼拜，平常是热舞社。不少小朋友参赛，有人穿着嘻哈装扮，台风超稳健，这么多人围观也丝毫不怯场。对于这次科目三比赛引发不少风波，主办单位回应不用过度解读。本身这个活动是非常单纯的，不用过多的联想。波比舞它也是从外国然后翻译成我们国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歌词来做出的展演嘛，那我们就是也要循着这样子能发散到国际去，所以我们用了闽南语版的，企图化解文化武统疑虑。只是主办单位用闽南语提及改编歌曲，其实也是中国用语，并非台湾人所说的台语，只怕又掀争议。东森新闻陈展徐荣志、尤志勋台北报道。插进的活动，台湾的传统和文化就是这样被你们消磨掉的，根本是武统台湾，何必一定要科目三？利用这次的活动去吸引一些年轻人帮我们做转传，那所以在思考的时候，其实只是想要热闹一下，那我们认为美食无国界嘛，音乐啦、舞蹈应该都无国界。老师在前，学生在后，跟着音乐动作整齐划一，大跳从中国红到台湾的科目三。丝滑的舞蹈科目三被称为抖音神曲，而现在搭上这股热潮，宁夏夜市也要举办一个科目三舞蹈竞赛。比赛开放20组，以舞蹈造型吸睛度评选前3名。但消息一公布，脸书贴文遭网友狂按怒，还有人直言好差劲的活动，台湾的传统和文化就是这样被你们消磨掉的，根本是武统台湾，何必一定要科目三？就文化交流吧，我都尊重 respect 啊。我觉得还不错啊，蛮有趣的，其实蛮有，应该可以让宁夏夜市应该有一些更多人来朝圣。觉得没有这么夸张，我觉得。歌曲本身就是不分国界的，我觉得是什么样的曲目我觉得都可以。科目三舞蹈竞赛引起论战，宁夏夜市观光协会发现评价2级，也亲自示范，强调比赛是为了趣味性，报名人数更在开放不到2小时就破40组，非常夯。利用这次的活动去吸引一些年轻人帮我们做转传，那所以在思考的时候，其实只是想要热闹一下。那我们认为美食无国界嘛，音乐啦、舞蹈应该都无国界。科目三这么红，一堆人抢着学拍影片增加流量，动作左右摇摆、脚踝扭动，配合手部动作，重点就是要够丝滑，协调性其实很重要，还有髋关节的摆动、身体的放松的程度，还有手的干净的程度，都是要做到好的。就是比较难。不管办科目三比赛是不是政治不正确，但宁夏夜市这回确实蹭到热度，比赛都还没到就引爆热议。东森新闻郑宏生、蔡文台北报道。